一地震如震一次，丈夫为妻子剩饭，笨拙的丈夫不小心打破了一个碗，她不好意思地说，没想到会发生地震。说着，丈夫又拿起了一个碗，但是碗又滑到了地上。这下丈夫红了脸，喃喃地说，怎么还有余震？而别人的眼睛好就行了，陪老婆买手表，老婆挑中了一块小巧秀气的进口高级手表，得1000多元钱。我赶紧劝她，这表针太细，你的眼睛又不好。老婆打断我的话，只要别人的眼睛好就行了。三，做女人真好。老婆怀孕了，问丈夫男孩好还是女孩好，丈夫无奈地放下抹布，女孩好，做女孩时全无烦恼，做女朋友时可以无理取闹，做老婆可以狠刁，低做女人真好。四，拿手好戏。电视里正映着热烈求爱的镜头，男明星在表演他的拿手好戏，妻子轻轻推他的丈夫说，你就没有这样爱过我，为什么？丈夫答道，你知道人家拿多少薪水吗？五，迎刃而解。妻，为什么你经常把我的照片放在你皮夹里？夫，当问题发生时，不管有多困难，我看着你照片就迎刃而解了。妻，你看我对你有多么惊人的影响力啊。夫，是啊，望着你的照片，我问自己，还有什么困难比这个来得大呢？六，惧怕吃辣，老公惧怕吃辣。昨天我畅快地干掉了10几个绝味麻辣阿伯，一转头老公就习惯性地吻了我一下，然后瞬间面无表情冲进卫生间了。到现在他都一天都没跟我讲话了，我该跟他说点什么吗？